向上帝的敬敬仪来朝见敬拜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天气实在真寒冷啊，咱要对迷茫中底下啊起来吼，实在真艰苦啊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来到这吼啊，实在真很棒吼啊，你真是很棒吼、啊。咱是属于的敬仪，咱逼出来讲吼，你很棒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真高，因为你。咱拢是伊的囝儿、啊。最近因为天气的变化哈，啊，咱啊真侪兄弟底下来啊感冒，底下来身体啊欠安哈，啊，但是咱无累积，咱无累积，咱的肉体虽然啊一天一天会软弱，但是咱的内心一天比一天更加新。阿妹吗？咱啥个记得？祝我感谢你。主，我感谢你赏赐阮这么大的福分，阮会当你还佫留阮的生命伫遮，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伫遮敬拜你。主，恳求你圣神充满阮，伫阮的心中来做主，伫阮的心中做王，启示阮，予阮会当知你真理的奥妙，也激励阮。予阮会当来行一条你欢喜属天的路程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要阁对圣经伫遮来敲锤，圣经啊、来敲锤生命的真理。咱知这几个团队人哈，这几个团队的福音的工人，主要就是要来引传羊群伫遮，伫一个复杂的世界，伫一个真艰难的路程的中间。来指明通往天堂、通往上帝欢喜道路迄个即个路站吼，嘛伫即个中间来说明啊，伫即个路顶端有甚物款的困难，有甚物款的啊好的所在，嘛警告每一个行属天路站的人，因伫特别危险的所在，迄时要安怎来避免来陷入即个生命的陷阱。但是有时咱行到一个坎站的时阵，行到一个路站的时阵，这段路吼，唔看起来那亲像无真危险啦吼，无会食人的屎啊，嘛无会喷火的迄灵吼，会共加吼，会共抬死吼，嘛无迄个黑森林啦吼，底下啊嘛无陡峭的山崖吼，底下予咱入伫危险。但是真侪行天路的天路客，行到一段路的时阵，这段路会安怎？会让你安怎？会让你底下来失迷。这款失迷的心情吼，超过任何其他的路站。这段的路叫做什么？这段的路叫做低迷的路，就是着魔之路了哈，着魔之地哈，着魔之路哈之地哈。什么是低迷的地呢？有一本册哈，叫做《天路历程》哈。天路历程，啊，伊作者是本人约翰哈，本人约翰呐哈，啊，伊伫段的中间，伊伫遐来写讲安怎，伊写讲吼，啊，这个天路客，这个基督徒天路客，伊伫遐，伊讲伊伫梦内底，感觉伊行去到一个郊外的所在，伫遐空气吼啊，足甜的吼，互人洋洋要困去，啊，伫遐啊，伊看到一个。七分人底下咧打瞌睡啦，哈啊！每一个人到遐的所在拢会困去哈，所以啊，这个七分人对基督讲哈，啊，今晚我足爱困的啦，哈，痴迷啊，目睭袂当拍开咯，哈啊，所以哈，就邀请伊讲啊，无咱斗阵来困一下啦，哈！啊，这个基督徒天路客就甲伊讲，绝对袂使哩，恐惊困了后，咱阁袂当醒过来咯。啊，一个伊的同伴叫做五芒盼望，哈。他的同伴盼望说：“哈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哈，我的兄弟啊，外兄弟啊，那也袂使哩嘞。哈，对一个浙江的人来讲，哈，困足好个呀，足甜蜜嘞，哈，困一下啊，安尼当恢复咱的精神，敢毋是嘞？但是基督徒，即个天路客就改讲，讲你会记得一个牧者对咱讲无？叫咱爱小心，爱谨慎，哈，爱提防来进入即个咱讲甜蜜的。”所在，
这木匠的意思就是讲唔通困去啦，所以咱唔通困，吼，茫亲像别人安尼，咱爱警醒，咱爱来坚守，伫咱啊行的路站的顶端。兄弟姊妹，咱属上帝所听的人，咱是伊听的儿子，但是我要甲咱讲，咱真侪人行伫即款真偏塔、即款会互困去的所在。无听到咱真侪教会嘛是同款，立伫即款的光景的中间。咱行到即个所在的时阵，啊，遐有一个足好的长椅啊，伫遐啊，感觉足爽快。咱就倒伫遐，我们躺在那边，非常的舒服，吼。啊，有教会嘛，亲像安尼吼，伫遮看无到，伫遐有热情，看无到啊，咱想要看到迄款的活动，咱嘛。其实吼，咱看到即款的啊教会吼，也是看咱的信仰吼。当咱行到即款所在的时阵，啊，咱的信仰嘛，唔是讲异端呢，吼。咱的信仰的中间嘛，无有狮子底下咧甲咱攻击。但是，咱比即款的情形搁较厉害，搁较害啦，吼，搁较害吼。什么款的情形？就是咱困去啊，吼，睡着了。我们睡着了，咱伫咱天路的顶端吼，咱行天路的详细的中间吼，咱才困去啊啦，吼。所以今仔日会知啊，哦，牧师要按恁来说明啊，什么是基督徒有时会落入即个困的光景的中间。第二，然后可能啊，咱要用一寡会当方法。看会当安怎来叫醒即款咱困去的心灵。第三，咱来分别咱基督徒伫甚物款的所在，吼，会困去吼。结尾的时阵，嘛要予咱一寡建议吼，予咱会当来安全来经过即个啊咱甜蜜的所在。好，咱来看吼，基督徒伫甚物款的情形因会困去咧？会落冬眠的，困冬眠的，吼、哦、啊！我去讲一遍吼、哦，咱困冬眠唔是讲死去啦吼、哦，因为咱每一个上帝所救赎的囝儿吼，咱已经伫基督内底已经活起来了，所以咱永远袂去死。但是一个活人袂去死吼，安、哦、怎？迄、那个活人咪困去啦，会困去哦，啊，困去甲死吼。哦真相共吼，一个困去的基督徒，诶，互人掠做讲吼，已经死啊吼，已经死啊吼，肉体迄款的罪人，等下真像死去的人，就是困去的人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来看，什么是基督徒困去的情形？第一，困去是一种无知觉的情形啦吼，困去是无知觉的光景吼，这个。啊，困去这款的光景吼，时常临到啊，上帝所听的囝儿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困去啊，伊无知觉啊，世界还搁伫遐咧转势，吼、哦，但是这个困去的人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一无所知，吼、哦，手机的人可能伫窗仔门下边啊，伫遐咧叫讲起来咯，起来咯，吼、哦，但是伊可能也唔知，听无，世界啊可能有某某一个所在。底下来倒火啊！但是伊嘛可能也唔知影，吼、哦！也咧困，啊，厝里的人可能有破病啊，但是伊困当眠，唔知影伊厝里的人底下咧破病，底下咧啼哭。发生大地震的时阵，可能嘛，无多试过啊，吼、哦！我会记得吼，我经历两个较大的地震吼，921，啊，921发生的时阵，咱迄时咧创啥物？啊，我迄时也咧困，吼，啊，佫摇袂醒，吼，啊，真趣味，吼，啊，佫顶一边台南的大地震，啊，我拢唔知，哈哈，有个人就是安尼，吼，啊，那真像生命全困去啊，拢叫袂醒，对这世界所发生的代志，拢无任何的知觉，风底下咧吹，雷底下咧啊，雷啊死啦，底下咧安尼足大声，但是伊拢唔知影。困去都唔知影，可能咧困的时阵吼，哦，一个物件全甲脱掉诶，将耳孔脱掉诶，
所以听袂到世界底下呢变甲什么款，真侪代志毁坏，伊嘛是继续底下困，伊无感觉无什么无同款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咱家己生命光景是毋是安尼咧？咱家己生命是毋是时常无法度来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敏感度？咱的生命可能是放落何款的情形，带入到一个无知觉的情况的中间。你希望你会当感觉到，但是吼，你唯一感受的就是讲吼，真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感觉，所以你感觉真痛苦。你希望你会当祈祷，但是你感觉无法度伫遐来祈祷。你会当，你感觉你爱来欢喜唱歌，但是你确实无法度伫遐来大声。来进入上帝的心意，底下来欢喜来唱歌。当你来教会的时阵，你甲众信徒底下来同心而乐，但是你的心却是无法度来感受到迄款欢喜的，咱讲摇动啦，哈，心中的摇动。当咱祈祷的时阵，咱确实无法度深深来感谢上帝，啊，感受上帝甲咱伫咱心内迄款的同在。当你听讲道的时阵，啊，牧师咧讲的，你唔知啊，你是无法度来感受的。但是咱看，俄勒的诗歌同款，祈祷内容嘛是同款，只是你无法度来进入你的心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落入一款困党民的光景的中间，啊，有时你会感觉讲，哎呀，有一个人吼，某某人啊，伊伫最终底下来失落。当迄时你，当早时的时阵，你可能足心内足啊烦恼的，讲哦，我一定爱改福音来传予伊，将这款好的消息来报予伊知，啊，无伊会沉沦，伊会低到死，伊会入去地狱内底。以前你可能有这款的心智，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阵，你感觉讲，哎呀，不要紧啦，哈，非得也无什么差别啦。你会行到一个路的中间，你的心智底下来困去，你来心智底下来困当眠。你无迄个心智，会当去帮助人，底下可以来进入上帝的国度，离开伊过去迄款黑暗的所在的最终，因为你的心已经无伫内底了。所以，当咱困当眠的时阵，咱会不知不觉，我们会进入一个不知不觉的一个光景当中。好、哦，但是困的人会拄到一寡足奇怪的思想啦，哈、哦。困的人会拄到真侪的奇怪的思想。当咱困的时阵，哈、哦，咱迄个判断力哈，就离开咱去啊，哈、哦。所以，咱咧奇怪的思想，就伫咱的头壳底下安尼啊跳来跳去吼，安尼想东想西啊，想足侪物件吼。当咱咧困的时阵，咱就会做梦，会袂？吼，会做梦啦吼。啊，真梦真有意思哦。咱伫内脑脑的内底吼，会梦见足侪奇怪的物件吼。有时吼会梦到讲吼，你和迄个海燕更离内底吼。啊，有时咱咧梦到讲吼，咱伫王宫内底，伫遐欢喜快乐，伫遐饮酒吼。哦，啊，足侪美女诶，也是足侪虾米吼，底下吼，互你会当欢喜快乐。有时啊，你会梦到讲吼，我嘛捌梦到啦，讲哇，我底下咧，伫路边咧捡金马甲，啊，我一边梦一边啦，讲吼，哇，唔知今日路吼，那遐足侪银角啊吼，十块钱的硬币吼，啊，捡拢捡袂了，啊，捡到足欢喜诶吼，啊，捡到尾啊全捡起来吼，啊，才知影是梦啦吼。咱伫梦吼，足侪奇怪诶代志，会欺骗咱。欺骗咱啊，吼！啊，去食做梦，变甲比好嘢人较好嘢，有无？啊，这个好嘢人做梦，梦到安怎？跟咱亲像垃圾路同款，哈！病人可能吼，病人会梦到伊好起来，啊，健康的人吼，那像断手断脚吼，安尼吼，好，这是做梦的内底吼，梦可能会当予咱。去电动，梦嘛可能会当予咱落地个。各位兄弟，各位叔叔会惊死啊！如果你若是困去的人，做梦的人会其中一个，
你可能会拄到足侪奇怪的思想啊。可能以前无奇怪的思想临到你，但是即时就一挂思想来临到你的头壳的内底，你会怀疑讲啊，敢真正有上帝呢？啊，我所听到以前所听到迄个古早一直传落来迄款的道理，敢是真实的呢？我是毋是爱安安家掠掉的呢？也是要家放手家放弃呢？可能伫即款思想内底，会走入着讲一挂异端的思想，伫遐来走入来攻击你，吼！会甲你讲讲吼，你毋是上帝的子儿啦，你毋是受救赎的人啦，魔鬼会对你讲讲吼，你毋是属地主的啦。你可能望着讲，哎呀，我那受困着，吼，受赶出这个爱的团体，受赶出这个上帝的国度内底咧，你可能会望着这。有时你伫遐啊大声嚎叫讲，我想要唱歌啦，我要来祈祷，我要来阿乐上帝。但是你确实无法度来祈祷，你确实无法度来唱出阿乐的诗歌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困去迄时的光景。再来困去的光景是虾米款？困去的人是无作为的光景，啊。困，你会当做啥物？困得干来当做梦那点，哈、哦！困无法度来做其他的代志，困的人无法度去赚伊所需要的物件，无法度去赚钱，哈、哦！困的人伊无法度来写册，无法度去做事，无法度啊、去掠鱼去讨海，无法度去航行，哈、哦！啥物无法拢无法度啊？啥物拢无法度行去做？可能伊的手底下呢，双手下垂，哈，双手下垂，但是伊双手下垂，哈，伊的迄个脉也搁咧叮当啦，哈，脉搏还在动，也搁有生命，但是那对活动力来讲，哈，伊是无任何活动力的，伊是死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可能咱有真侪人嘛是伫即款的光景的中间，兼死的，有真侪人，有真侪咱所受教是。啊！救赎的子儿，真侪基督徒是无作为的。可能伊以前捌伫主日伫遐专心来热心伫遐来服侍，但是即马已经放弃啊，无法度啊，无力啦。可能以前捌真早的来参加早餐啊，一早时的基督会，但是即马无法度啊啦。以前伫遐捌伫遐来泡茶，伫遐来打水，但是即马安怎？伊困去啊咯，困去啊，无法度来做甚物任何的工作咯。这牧师嘛是安尼呢，这牧师吼，可能以前充满热情，充满啊上帝的鼓励，伫遐来讲上帝的话语。但是即马有可能有一挂牧师，吼，可能这牧师的行到一个坎站，安怎讲道的时阵，敢那像咧读文章同款，好像在讲文章一样，吼，讲道二十分钟。底下刷，刚才亲像迄个名嘴，还是虾米底下啊讲了五六大家安尼那听，以前将内心、将心内热情底下来讲出来迄款的、迄款的话语，每一句话拢是对心内所讲出来迄款的话语，即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可能到一个坎站，可能将一个、将这团德、团德力吼，即款的。这份该当作一个职业呐，听，唔是当作一个好调，当作一个天职，当作一个生命诶呼吸。兄弟姊妹，咱伫灵内底，咱欢喜快乐人伫倒位咧，咱过来好好来思想。有时咱会感觉讲，咱家己困去啊，可能教会嘛伫遮来困去咯。所以啊，当牧师伫遮来困去诶时阵。当牧师伊个属灵个光景伫遐困去个时阵，会影响着啥？影响着咱每一个、每一排咱坐个兄弟姊妹。当兄弟姊妹受影响个时阵，当你入来教会个时阵，你着看到一群吼比你想象较少个人，啊，可能伫遐咧祈祷。当因咧祈祷个时阵，当你看到来报教会看
参加祈祷的人比你想象较少。祈祷的人底下祈祷，可能祈祷过来十年来拢同款的祈祷书，哈、哦，底下背五十单，哈、哦。当你参加这款的祈祷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呀，祈祷的灵伫倒位啊，敬拜的生命伫倒位啊。那是安尼，愿上帝来叫醒咱的灵，加添咱更加侪来热心，更加侪愿意将因生命付出，将因生命来参与服侍的人。所以，困去的人，因是无作为的。第三，困去的人安怎？因是伫一个足无安全的所在，迄款的光景的中间呐，哈。啊，伊是伫无安全的所在，困起的人是同危险的时阵呐，哈啊，杀人犯哈，要杀人的时阵吼，拢趁啥物时阵？拢趁人困起的时阵，哈、啊，半暝哈、啊，半暝强盗来甲你，来甲你偷窃，来甲你杀害的时阵吼、啊，是要针对谁啊？是针对遐困觉拢唔知影人迄款的人，假唔是咧？圣经有记载讲，有一个叫做亚亚亚义哈。啊亚义杀死迄个困当民的西西拉，有无？伫史书记史书记遐记载讲吼，亚比塞对迄个困当民的扫罗底下将伊的迄啥物，嘿枪吼，嘿枪吼，唔是枪啦，还叫做枪啦吼，枪吼，家偷走，迄困起的右腿骨、右腿骨吼，伊对三楼安怎？摔下来吼，安怎？摔死啊吼，摔死啊吼！困起的参孙，参孙安怎？受剪头毛，剪头毛，剪头毛了安怎？非利士人就直接给伊制服，吼，可以袂顶袂动，吼，给伊绑起来，吼，伊尾下就行往这个灭亡的道路。困起的人是足危险的，因袂当来抵挡对敌的攻击。因嘛无法度来攻击别人啦，吼！因是无气力的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咱若困去，咱就是伫危险的所在。当然，咱知影咱的生命是袂互夺去的啦，吼！因为牧师头拄仔讲吼，咱当咱信主了后，咱就会当得到一个永远活的生命。因为咱是受救赎的人，但是咱可能会碰去咱枕头边啊迄个枪啦，吼！迄个枪。那么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的信心呢？那么可能会失去咱会当予咱灌溉咱生命迄款的水盘呢？就是水瓶啦，哈，水瓶哈。这款的水盘哈，这样的水瓶哈，可能予迄个伫四围底下咧一直咧甲咱斟酌迄款的对敌底下来抢走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安怎来叫醒呢？嘿，我们要怎么来叫醒哦沉睡的基督徒？有一个牧师吼，有一个牧师吼，啊，有一边吼，看到吼，啊，伊咧讲道的时阵吼，讲道的时阵吼，看到大家拢安怎，拢困当眠吼，咧困吼，啊，实在吼，唔知要安怎吼，啊，这忍无可忍，也是安怎吼，无想无办法啦，可能吼，回忆饭食伤济啦吼，啊，所以来到教会吼，啊，就想要困啦吼，啊，真侪人底下来困当眠吼，啊，这个牧师就想到一个办法，讲安怎，讲。火烧厝了，火烧厝了，啊，着火啦！哦，啊，有个人吼，就足着惊，安尼伫伊个围栏醒起来吼，讲哈啊，安怎？那啊，火伫倒位啊？火烧厝，火伫倒位啊？牧师甲伊讲吼，你知影火伫倒位无？火伫地基啦！吼吼，火伫吼，像咱每只吼咧困当面的吼，伫这个迄、那个罪人的心中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当然，迄是一个真极端的例啦，吼、哦。兄弟姊妹，吼、哦，咱若咧困吼，无定着，我今仔日麦当直接话讲，火烧厝了，火烧厝了，吼、哦，来叫醒咱生命、灵性、生命迄款当面的基督徒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这是假的啦，吼、哦，这是假的迄个警报，因为上帝定着要拯救伊的羊群，咱。有真好的理由，真侪理由，爱来叫醒在困当眠的基督徒，大声
你要对你的困难面的中间，伫遐来醒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要来了，这是真好的理由，敢毋是呢？主要来了，你敢毋知影主要来了？当你咧困的时阵，你爱知影主要来了。当你想袂到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捌伫迄个啊加利啊加略山吼，挂伫十字架顶，十字架顶，迄、那个主耶稣基督，伊要对阳光底下来降临这个世间，迄、那个捌地气配，伫伊个头壳顶，即马伊要滴一个酸椒、宝椒的冠冕，底下来到咱的中间。伊要坐天顶的云来到咱的教会家。当你的主来到家的时阵，你有希望你还伫困吗？当咱的主来到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迄时你犹久想要困吗？当一个朋友来到你的厝的时阵，如果伊是一个大人物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你会安怎来准备呢？你会摒扫，你会伫遐来堵起你所有厝里的尘埃，你会将所有的物件来整理好好。你会家己厨房解清理甲足清气的，每一个地毯、每一个所在拢解变过来，伫遐甲清好清气。你会尽一切气力将厝解摒扫好清气。来迎接你的朋友来进入你的家庭。啊，如果你若要去见这个国王，要看总统，咱嘛是爱将咱家己家打扮，互伊清气，互伊整齐，敢毋是咧？所以咱遮的每一个人，咱已经嘴里已经相信主，来承认主做咱救主的人。如果你若去时常伫遐去电影院参加舞会，也是伫遐。欢喜饮酒宴乐的时阵，也是拍电动，吼，足侪人拍电，少年人真爱拍电动。当咱住来的时阵，你希望你是咧做虾米代志？你是不是在打电动，还是跳舞，还是宴乐欢乐呢？你有希望讲吼，当住来的时阵，你拄啊伫伫遐咧跳舞，住拄啊伫你的对面，伫遐甲你咧跳舞吗？兄弟姊妹，我捌听过一个故事吼，讲到一台船吼，船上吼，拄啊因为发生海难，底下要沉落去，一个水手吼，一个水手啦吼，伊做一项代志，咱来想看这好也毋好啦吼，一个水手冲入去一个房间内底，将一袋的黄金，底下来解抢落来，因准备沉落来，解抢落来。所以抢了黄金了，绑伫伊个即个腰部啦，哈，底下带着即个黄金，给跳落海内底。等伊跳落去的时阵，伊就一直沉落去啊，一直沉落去，无阁浮起来。这是一个巧的人吗？哈、有时哈，真侪有钱的人哈，咱唔是讲。钱唔好啦吼，但是有个人吼，可能伊个生命专注伫钱财时阵，贪恋伫世间诶物件诶时阵，当你将即个物件来绑伫你诶身躯诶时阵，你跳落去诶时阵，你都无法度来醒起来，无法度来搁浮起来，你诶生命就伫遐来沉沦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对即个世界，对即、這个困难面诶中间，伫遐搁醒过来，因为咱诶主。要来咯，咱的主要来。搁一项足重要的，兄弟姊妹，你有疼人的灵魂吗？你有关心别人的灵魂的得救吗？当灵魂伫咧丧失的时阵，你还得困吗？有一个兄弟冲入一个大火的厝内底，将一个人对内底解救出来，当伊救出来了，伊就等于到伊的某的边啊。但是伊个某对伊讲一句话讲吼，我的翁婿啊，搁转去啦，搁转去，看伊会当搁救搁较济人无？除非所有人拢得救，咱唔通休困啦。这嘛是咱基督徒的心志呢，咱唔通休困。这个世间还有沉沦的人，还有灵魂失丧的人，咱唔通伫遐来落伫当面的中间，咱唔通伫遐来过咱的心志，伫遐来困伫当面。所以
当咱思想在灵魂失丧的人的时阵，咱来想讲吼，地狱哦，哪来啦？人哪来哪济的时阵，啊，咱还搁在困呢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在困的时阵，魔鬼可能用咱底下来笑，吼，底下开伊的嘴，底下来笑，用咱来笑。伫咱困当明的身躯的边啊，底下来跳舞。伊可能伫地狱中间底下来欢喜讲：“哎呀，搁一个基督徒困起啊啦！”当你在睡的时阵，你无法度发现魔鬼伫遐咧睡，所以唔通吼魔鬼来发现你伫睡，咱来守望，爱警醒，互你当随时起来来尽你的责任。所以今日圣经讲安怎？所以咱唔通困当眠，亲像别人同款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。所以咱来警醒，咱来思想，基督徒伫什么所在啊？基督徒伫什么时阵啊？伊会来困去咧？基督徒是伫什么款的光景的中间，伊会困去咧？基督徒当伊环境无挂盖的时阵，伊会困去，吼、啊、吼、啊。当你的眠床若讲诶足爽快迄款的米罩被，吼、啊，铺满了羽毛，吼、啊，那是最容易睡着的时候。但是你的眠床那盖这个气被的时阵，有刺的时候，你会困去未？哈，你得困未去啊啦，哈，哦。等你的生命，我感觉哦，就爽快，很棒啊！我的生命哇，生命多美好啊！哈、哦，哦，我有许多的财物，哈、哦，灵魂呐、啊，哇，足济财物，足济的啦，会当做真侪年的录音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安安心心，哈、哦。欢喜快乐底下来吃饮清吧，所以咱来问这些人，恁会困去未？这些人大部分讲因未困去，但是其实因是同容易来困去的人。当环境压迫的时阵，好，当环境压迫的时阵，你需要上帝在你的生命底下来立你，所以哈。你爱需要将你的困难带到上帝的施恩的保障前，所以迄时你可能无法度袂困去啦，哈。迄时你会感觉讲，你比任何的时阵拢较警醒。所以咱看容易走的路，予咱来困去，无人伫大风大浪的中间伫遐来困去。真侪人是伫平静的暗暝伫遐来困当眠。当你坐伫船仔中间，当大风涌来到的时阵，你是无法度来困去的。所以咱看教会为虾米会困去？教会若想好命啦，吼！教会想好命吼，伫各种拢无欠发吼，伫遐可能教会嘛是会困去呢。但是当咱想讲吼，闹咱的边啊闹一个 IS 吼 ，ISIS 吼，伫遐来出现的时阵。咱教会困去未？咱得警醒，咱得举起咱的武器，咱得举起咱啊迄款抵抗的物件，底下来甲伊来抵挡。所以当咱伫树仔下骹的时阵，咱真容易来困去。当即时发生的时阵，牧师吼宁可将即个树仔甲撮掉，互你生命无遐爽快。安尼，咱得警醒，咱得伫遮来到上帝面前，底下来看伊，来注目伫伊。所以在我们属灵顶冠的时阵，啊，我是想讲吼，当咱洗礼了啊，吼，有时会经过一阵足爽快的日子吼，因为洗礼了，你过了一个新的生命，你知影你的生命无佮同款，啊，上帝施恩伫你的生命，所以咱属灵的时阵啊，咱属灵的生命底下来来行的时阵吼，咱感觉哦，这个生命真好，但是。走到一个坎站的时候，哎呀，攻击来啊，生命引诱来啊，那时当真平顺的路途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目睭就开起来吼，所以兄弟姊妹
当学生看到咱的主耶稣基督伫山顶伫遐来变貌的时阵，因安怎？因就困去啊。吼，迄是属灵真阳光的时阵呢，吼，真阳光的时阵，欢喜快乐基督徒真紧就伫遐来困去咯。啊，佫有一项咱真紧困去的所在，就是咱要到终点的时阵。当咱到旅途的最后的时阵，是真紧来困去，因为到迄时阵，啊，真实的哈，啊，咱啊，这个天气变化实在真大哈，所以咱啊，有时身体实在真软弱哈。当咱到一个咱路途真尾站的时阵，啊，真尾站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啊，真侪攻击会来到咱的生命顶端。当咱要到啊，当咱看到天堂的门的时阵，啊，可能咱的心内会开始松懈啊。当一时嘛是真危险的时阵。所以，咱拄到即款啊，真侪甜蜜的所在时阵，甚物是保持咱，甚物是保持咱头壳吼，同清醒的方法呢？甚物是保持咱会当心灵、会当精英的时阵呢？兄弟姊妹，当咱经过这所在时阵，经过甜蜜的时阵，甜蜜的所在时阵，甚物是予咱头壳同清醒的时阵？咱就是第一，咱来保持基督徒的团契，咱来团讲主奇妙的所作。无虾米话，亲像上帝伫咱身上开始动工，迄时，予每一个人会当来保持咱的清醒的心。当基督徒斗阵的时阵，因袂伫遐来斗阵困去，甲基督徒做伴，你就袂遐尼容易伫遐来困去。当你家己一个时阵，当你家己点到电的时阵，你真容易伫遐来倒落去，你真容易伫遐来倒，伫遐来困去。当你倒伫眠床的顶端的时阵，当你倒伫长长椅的时阵，你就真容易伫遐来困去。但是，你若基督徒甲你来三做伴，你甲咱遐的姊妹伫遐相识，伫遐来讨论上帝真理的时阵，你当你讲的时阵，你就感觉信心伫你内底，伫遐来光照。两个基督徒斗阵伫遐来谈论上帝的作为，无一项比这个佫较好，你会当保持清醒的心。所以咱唔通停止聚会，就是安尼。咱来时常到上帝面前，甲咱的兄弟姊妹伫遐有美好的团契，然后你就发觉讲，你实在是想要困嘛，无法度来困。伫白黑个所在，伫白黑个所在，啊，佫有一项会当予你保持心内清醒，甚物款清醒呢？就是将主耶稣基督个十字架开刻伫你个头前个时阵，你会当保持你心内个清醒。我毋捌看过讲吼，一个人个头前踩一个十字架个时阵，伊会伫遐来困去个。然后最后，牧师建议咱，要保持清醒的方法，就是安怎？就是让风来吹你的心啊，来让风来给你吹。这个圣神的风，愿圣神的风，迄款的呼吸，在你的生命内底，让你不断不断底下来，你来吹，吹到你的太阳穴，让你来清醒。吼，那安尼就袂困去。咱逐工拢活伫圣神的作用的内底，咱当得到快乐，咱就袂伫遐来困去。过来保持咱袂困去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安怎？咱爱记条条，就是安怎？咱要去迄个所在，迄是甚物款的一个所在？如果你来记得条讲吼，咱要去的所在是天堂，是一个
阳光是一个美丽，是一个快乐的所在的时阵，你就袂伫你行天路的顶端底下来困去。如果你来思想讲啊，地狱伫后壁呢，吼，魔鬼伫遐咧，甲你辱呢，伫遐咧追赶你的时阵，我肯定啦，我真肯定讲吼，你无愿意，吼，无愿意伫遐来困去。当魔鬼伫后壁底下要甲你吃落去的时阵，你会安怎？你一定是要跑步，要快跑啦，吼！如果报完仇的人伫后壁，伫咧辱你的时阵，伫遐要甲你抬的时阵，啊，头前有一个你的刀闪的声的所在，你会安怎？你绝对拼的命拼死嘛，要走去迄个所在，敢毋是咧？这个人会困去吗？所以当天堂真主的门伫遐拍开的时阵，天使的歌声伫遐唱歌，伫遐娱乐的时阵，要等候你进入这个永远活的所在的时阵，当喜乐的冠冕伫遐等候，也要甲你递伫你的头壳顶的时阵，兄弟姊妹啊，你会困去吗？我相信是袂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爱袂记咱过去所行的脚步，咱。好大勇敢向前，伫遐来奔跑头前的路站。圣经有记载讲，当你软弱的时阵，你是袂受得害的。哈，你软弱不会昏倒的，昏倒不至于死亡的。因为来助咱的上帝，和每一个圣徒加添气力，伊要为天顶伫遐来修筑气力，来帮助咱每一个伊所受伤的家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已经完成今天一个讲道，咱唔通亲像其他的人得困，咱得爱警醒。兄弟姊妹，咱得爱警醒。有一挂人啊，可能根本就无得困啦，唔是得困哈，因伊是死的，因免困啦哈，因是死的哈。要将迄个困起的人，底下来改叫醒，爱真大声；要将死的人底下来叫醒、叫活，爱更加大声，敢毋是咧？要更大声啦！但是，虽然有一挂人可能死的吼，但是我嘛要按这个死的人底下来大声来讲，因为我可能无法度来改叫醒，但是上帝的气力会当来互伊醒起来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无听到咱兄弟内底有一挂啊，可能来到教会也无偌久，可能你以前也毋捌听过福音的真理。只是我要对你来讲，只是我要对你来讲这个福音。圣经讲，相信来洗礼，要安怎特别得到救？圣经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。得救，无信的人安怎会受定罪？不信的人将要被定罪。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伊是带着一个纯洁完全的信心啊，来到伊的面前。所以，既然来到这来信靠伊的人，一定会得到救，无需要其他作为，无需要其他做其他的代志。但是，既然无相信的人，因要来受到定罪，圣经讲，因会到伫死亡的境界，所以希望咱每一个兄弟，咱来详细来听，咱唔通亲像其他的人伫遐在困，咱着警醒，咱着节制，愿上帝帮助咱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主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你有切肯信心进入阮的心中，主啊，阮过去的日子，阮是罪人，阮伫困的中间，阮伫死的中间，阮伫啊无精神的光景的中间。但是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切肯你的主耶稣基督进入阮的生命，互阮会当按你来讲，主啊，我相信，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因为阮的信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能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来信靠你，我们能得到救，我们能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
让我们的气力可以一生来走在你所欢喜的道路，无困当眠，我们是用敬虔的心在这来走一条你欢喜的道路，经过我们手我们的脚所要做的工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